10月28日，在大堡礁阿尔利海滩的活动结束了。早餐后乘公交车去阿尔利码头，再乘轮渡去汉密尔顿岛机场。汉密尔顿岛位于澳大利亚大堡礁的边缘，是圣灵群岛74个岛屿中的一个大岛。这个海岛面积大约5平方公里，岛上有居民1208人，不仅是屈指可数允许有人类居住的大堡礁的珊瑚岛，而且岛上建造有多个超豪华的酒店、高档餐厅、赌场、酒吧、名牌奢华商店、高尔夫球场，还有可以起降大型客机，和悉尼、墨尔本、凯恩斯、布里斯班之间有定期航班的飞机场。已经预定的机票今天从汉密尔顿岛乘坐12:25 JQ849 航班飞往悉尼。从大堡礁的门户阿尔利海滩的码头，每天有多个班次的轮渡开往汉密尔顿岛的飞机场，票价48澳大利亚元，距离14海里，航程大约1小时10几分钟。到达了汉密尔顿岛的飞机场， check in 后在机场候机大厅等待登机，乘客很多。乘坐的飞悉尼的航班 JQ849 开始登机了，要排队步行到停机坪登机。
offer a range of food and drinks available for purchase on today's flight. You'll find a copy of our cafe menu in your seat pocket. Product is limited and we do apologise if your first selection is not available. Purchases can be made using Australian dollars and most major credit cards are accepted. If paying cash today, the great change is greatly appreciated as we do only carry a limited float. Jetstar reserves the right to limit the amount of alcohol consumed on board. Consumption of your own alcohol, including any duty-free, is strictly prohibited. We will commence our cafe service shortly. For now, we ask you to sit back, relax, and enjoy the flight down to Sydney.飞机渐飞渐远，离开了这世界上美丽的珊瑚海。从汉密尔顿飞到悉尼大约两个半小时，说一说悉尼这座有500多万人口的澳大利亚人口最多的大都市。英文发音 Sydney， 台湾翻译成雪梨也忒搞笑了。悉尼位于澳大利亚东南沿海，是新南威尔士州的首府，是澳大利亚历史最悠久的城市，尽管只有区区200多年。1770年，库克船长乘奋进号帆船在植物学湾登上了澳洲大陆，这植物学湾就是悉尼国际机场旁边的那个海湾。当时居住在澳洲的只有澳洲土著人，与新西兰的毛利人不是一个老祖宗。毛利人是来自南太平洋诸岛屿的南岛屿族群，和台湾原住民是一个老祖宗，在遗传学血统上和语言学方面都与后来人工创造出来的中华民族里的高山族没有毫毛的关系。专家们说，澳洲的土著人是7万年前离开非洲迁徙到亚洲的古人的后代，根据基因分析，大约在4万年前到达澳洲，有250多个族，每族都有自己的语言。1788年1月26日，英国阿瑟·菲利普率领第一舰队11艘舰船，共计大约1420人，其中有759名流放犯到达植物学湾，在其北部的杰克逊湾，就是现在的悉尼港，建立了第一个英国殖民地，开始在澳洲的殖民。菲利普成为首任总督，随后第二舰队、第三舰队到达悉尼湾。80年内，总共有约16万英国犯人被流放到澳大利亚，囚犯占移民人口75%。当时澳洲土著大约有30多万到70多万，现在的澳洲公民来自200多个国家，其中原住民大约80万，占澳洲人口比例3.2%。土著和移民都视澳洲为自己的家园。悉尼是澳大利亚最大的金融中心，长期以来都是保持生活品质极高的世界大都市，也是国际旅游的主要胜地。悉尼歌剧院、海港大桥、达林港，充满异国情调的悉尼市中心商业区都是要去看的。悉尼的天气令人大失所望，阴云密布，飞机穿过厚厚的云雾开始下降，到达了悉尼。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Sydney. The local time is approaching 10 minutes to 4. It is important that you remain seated with your seatbelt fastened until the captain has switched off the seatbelt sign. If you could do so without unfastening your belt, you may now switch your phone off flight mode.Today we anticipate to be using both the forward and rear left hand doors to disembark. If disembarking through the rear door, please hold on to the handrails as you descend the stairs. Follow directions of Jetstar staff for a safe passage into the terminal.
as we will refuel the aircraft shortly after arrival. A reminder that you must not smoke, and it's important that you do not use your phone if you cross the tarmac. Take care as you open the overhead lockers, as your baggage may have been. Cabin crew, this outdoors.在 Booking 网站预订的这家旅店 City Resort Hostel 非常差，当然也便宜了。如果再来悉尼，绝对不住这家旅店。最可取之处是这家旅店位于悉尼市的中心区，周围的景点：澳洲博物馆、圣母主教教堂、海德公园、悉尼市政厅、达林港、新南威尔士美术馆、悉尼皇家植物园、悉尼歌剧院，步行都可以到达。沿着旅店前面的帕姆大街 Palm Street 走不远就来到了一条交通干道威廉大街，沿着威廉大街可以去澳大利亚最古老的公园海德公园、悉尼市政厅、澳洲博物馆、火车站、悉尼塔、达林港。海德公园比邻悉尼市中心商务区，环绕海德公园也有些名胜古迹，譬如圣母教堂。右边的这个公园是库克·菲利普公园。路边草地上的这只白鸟有黑色的长腿、黑尾巴、黑脑袋、黑的长长的嘴，脏兮兮的，俗称 trash turkey 冰 chicken， 经常在垃圾箱里翻腾寻找食物，难怪被称为垃圾火鸡、垃圾鸡。学名叫做澳洲白环，人家可是澳洲这块土地上土生土长的老土著了，喜欢栖息于泻湖湿地、沼泽、河滩。由于人类对栖息地的破坏，大概自上世纪70年代，澳洲白环大举迁徙进城，在公园草坪有草地的场所都可以看到它们，大胆的敢于抢夺草地上野餐者手中的三明治。垃圾桶里有很多的薯条、香肠，比昆虫、蚯蚓、甲虫好吃多了，于是在垃圾箱里寻找食物，成为城市里澳洲白环的生活方式。长相丑恶又脏兮兮的，成为城市居民讨厌的鸟类。不过雷雷看它们很新奇。库克菲利普公园有一个地下的室内游泳池，一个水的娱乐中心。悉尼总计有400多个公园，从袖珍公园到广阔的区域公园，满足社区的多样化娱乐需求。库克菲利普公园的北侧有双尖塔的教堂，是悉尼圣母教堂。库克菲利普公园还有一个大水池。
教堂前面的广场上布满了鲜花盛开的花坛。悉尼圣母教堂是天主教悉尼总教区的主教座堂，始建于1821年，毁于1865年的火灾，耗时60多年再建新哥特式风格的大教堂。1928年主体部分竣工，1942年被教宗庇护十一世封为次级圣殿 Mina Basilica， 敬奉澳大利亚的保护圣人永元圣母。全世界大概有1611座教堂具有次级圣殿的身份。1998年至2000年又建造了教堂正门上方的两座尖塔，是澳大利亚规模最宏大最古老的宗教建筑。教堂用砂岩建造，外观宏伟，总长107米，正面中间塔高 46.3 米，左右两座尖塔高 74.6 米。1928年为庆祝大教堂落成，正门两边矗立了两座高大的青铜雕像，左边的这位是澳大利亚第一位红衣主教弗兰西斯·莫兰，右边的是悉尼第四任大主教迈克尔·凯利。悉尼圣母教堂免费参观，登上30多级台阶走进教堂。这是一个三殿的天主教大教堂，建筑平面呈拉丁十字架形状，长长的殿堂从正门延伸向主祭坛，中殿和两侧殿被两列高大的柱子分开，中殿宽24米，天花板高22米，主祭坛正中供奉着圣母抱着圣子耶稣的塑像。教堂的每扇彩绘窗玻璃都描绘着圣经故事，人物和场景的描绘十分传神，传承着欧洲教堂建筑的传统。左右两侧殿堂墙壁上装饰着油画，内容是圣经里的故事，和一些基督教圣徒的雕像。左右侧殿内排列着十几个小祭坛，装饰精美，艺术的魅力渲染着庄严肃穆的宗教气氛。
地下墓穴中的地板用彩色的大理石镶嵌打磨，描绘了创世纪，因手工精巧而闻名世界。这里埋葬了五位悉尼大主教和几位牧师。牧师在布道。这是纪念两次世界大战中牺牲的战士的无名战士墓，墓志铭大意是他们的名字世代相传，致所有在战争中蒙难的澳大利亚人。作为英联邦的成员国，澳大利亚参加了两次世界大战。看到有两架管风琴，大玫瑰窗下的是主管风琴，教堂正门上方也有一架管风琴。这个井盖是为了纪念2000年千禧年以悉尼大主教的名义制作的。次日天放晴，令人欢心，出门旅行就怕天公不作美。去了海德公园，悉尼的海德公园是一个古老的城市公园，始建于1810年，占地16公顷，呈长方形，被东西走向的公园大街 Park Street 分为南北两部分。环绕海德公园北侧有新南威尔士州最高法院、圣雅各教堂、海德公园兵营和悉尼医院，东侧是圣母教堂、澳洲博物馆，西侧是繁华热闹的中心商务区。相隔一条街道的悉尼圣母教堂，海德公园北半部的中央有一座阿奇波德喷泉，喷泉的青铜雕塑以希腊神话为题材，中央的铜雕塑是代表光明和正义的太阳神阿波罗，左手持竖琴，右手指向前方的圣母教堂，身后喷射的水柱表现为太阳的光芒。围绕着太阳神阿波罗有三组铜雕塑，
手持弓箭的狩猎女神戴安娜和她的猎犬鹿。古希腊英雄忒修斯和怪兽搏斗。自然之神潘和身边的公羊、母羊和小羊。这座喷泉雕塑是为了纪念一战而建造，由当时在政界和文坛有影响力的《公报》杂志的老板和编辑阿奇伯德倡议并捐赠了资金。阿奇伯德指定由法国的艺术家完成雕塑，1932年落成。公园南半部的核心是澳新军团战争纪念馆，纪念澳大利亚新西兰联军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土耳其参战，伤亡3万多人。悉尼的海德公园虽与伦敦的海德公园同名，但比起伦敦的海德公园，无论是历史和面积都相形见绌。309米高的悉尼塔是悉尼中心商务区的最高的建筑，是一个观光塔。相比328米高的新西兰奥克兰的观光塔，天空塔只能排在南半球第二。塔分三部分，250米高处的360度观景平台，一个旋转餐厅和商场。穿过海德公园的北半部，出口处矗立着1810年到1821年担任新南威尔士总督的拉克兰·麦格里少将高大的青铜像。悉尼的街道上有很多雕像，为这个城市增添了艺术光彩。这座麦格里街兵营广场上的矗立在花岗岩的基座上3米多高的青铜像，是维多利亚女王的王子阿尔伯特亲王。花岗岩基座上的铭文是新南威尔士州人民致维多利亚女王的好王子阿尔伯特1866年。沿着麦格里大街前行，街道两旁都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老建筑。悉尼市中心现代高楼林立的建筑群中，这个又老又小的教堂占据着寸土寸金的宝地，神圣不可侵犯。自1824年就是悉尼教区教堂的圣詹姆斯教堂，是悉尼最古老的教堂，由囚犯建筑师法兰西斯·格林威设计。阿尔伯特王子青铜像后面是海德公园军营，这是一组建筑群，包括前军营、囚犯宿舍、医院、造币厂和法院，最初建造于1817到1819年，以后陆续扩建。2010年列入联合国教科文世界遗产目录。2019年投资1800万澳元进行了大修缮，现在是博物馆。这部分建筑的南翼是造币厂，中间是悉尼医院，北翼是新南威尔士州议会。悉尼最古老的医院悉尼医院前面有野猪的铜雕塑，雕塑基座的铜牌说明是来自意大利佛罗伦萨的礼物，1663年的原作的精确复制品，据说揉搓野猪鼻子可以交好运。一帮来自北朝鲜的在拼命地摸猪鼻子，大煞风景。我这里说的是囚犯宿舍，而不是监狱。
澳大利亚早期移民中高达 75% 是流放到澳洲的英国囚犯，这些囚犯在流放地不是关在监狱里，而是自由民。男性流放犯下班后在街道上惹是生非，造成治安问题。总督麦格里认为，把流放囚犯安置在军营住宿将改善这些人的道德品质，并提高他们的生产力。于是下令设计了圣詹姆斯教堂的那位囚犯建筑师法兰西斯·格林威在军营里建造能够容纳600人的囚犯营房。由囚犯建造的营房在1819年竣工。总督对于建筑师格林威的工作十分满意，赦免了格林威犯下的伪造签名罪。囚徒营房实际收容的囚犯超过1400人，遭备场设立在军营内当然很安全了。这么多的囚犯在这里需要法院，医院也是必须的，就形成了一座维多利亚时代的建筑群。现在是一座很好的有身临其境感觉的澳大利亚历史博物馆，很遗憾我们没有时间进去参观。新南威尔士州议会前面的纪念铜像是马修·弗林德斯，英国皇家海军上尉，爆炸者号船长，在1796年至1803年期间绘制了澳大利亚海岸拉尔斯部分地图。马修·弗林德斯铜像后面是他的猫特里姆的铜像，这只猫在1801到03年与它的主人一起环游了澳大利亚，此后在摩里西斯岛英年早逝。麦格里大街的北端有新南威尔士州州立图书馆。这座纪念雕像是理查德·布尔克爵士，陆军少将，1831年到1837年担任新南威尔士州的总督，墨尔本城市的命名者。雕像于1842年4月11日落成，是澳大利亚的第一座公共雕像。州立图书馆分成若干组成部分，与多位名人们有关，成为历史的纪念地。古典式的三角门楣、柱廊大门雄伟壮观。青铜大门上面是原住民和欧洲探险家们的浮雕像。现在我们进入州立图书馆的主楼，名为米切尔图书馆大楼。华丽的门厅地面上有用大理石马赛克拼嵌的最古老的塔斯曼地图，这幅地图很可能是根据1644年一幅不完美的原始地图，包括荷兰探险家塔斯曼两次航行的地图。新南威尔士图书馆是澳洲历史最悠久的图书馆，其前身是1826年悉尼的一些富裕市民发起的澳洲订阅图书馆。1869年由新南威尔士殖民地政府以5100英镑收购，更名为悉尼免费公共图书馆，当时藏书2万多册。1895年更名为新南威尔士公共图书馆，1975年更名为新南威尔士州立图书馆至今。到了19世纪90年代，新南威尔士图书馆已经不敷使用，政府正在规划建造一个新的图书馆大楼。此时澳大利亚收藏家大卫·斯科特·米切尔决定把他收藏的庞大的珍贵的澳大利亚以及大洋洲早期珍贵的历史资料、手稿和书籍捐赠给新南威尔士人民，条件是必须保存在一个公共图书馆。于是老的米切尔图书馆在1906年开工，1910年落成，
位于州立图书馆的西北角。1939年，图书馆的中央部分开工，包括现在看到的面向莎士比亚广场的大门柱廊、精美的门厅、门厅地板上大理石马赛克拼嵌的塔斯曼地图，以及主阅览室。大楼扩建工程在1942年6月竣工，至此整个图书馆都聚拢在一个屋顶之下。1964年，米切尔大楼的最后一部分在州立图书馆的东南角扩建完成。1988年又扩建了麦格里街大楼，2012年竣工。现在馆藏图书500多万册。州立图书馆北面的莎士比亚广场上矗立着英国剧作家威廉·莎士比亚的纪念青铜像。莎士比亚右手执鹅毛笔，站在高大的基座上。他剧作中的主要角色《罗密欧与朱丽叶》《奥赛罗》《波西亚》和《法斯塔夫》围绕着他。这座纪念像是澳大利亚最著名的雕塑家埃德加·伯特伦·麦肯纳尔爵士在1926年完成的作品。图书馆西面现代高楼林立，那里是悉尼的中心商务区。现在穿过了这条大街，去北面的悉尼皇家植物园。这个大门是皇家植物园的莫斯黑德喷泉大门。这里的广告告知 Calyx 花萼正在开放。下一集跟着雷雷参观悉尼皇家植物园。